当你的女朋友和她的男闺蜜出去玩的时候，她叫你去喝酒，她绝对不会好意。你说她是你闺蜜，我是真的好奇。其实男孩子全都一个样，我要对她说声不要装了老弟。什么你们居然要去看电影？宝贝，你相信我，这是一个陷阱。她只是想要把你从我身边带走。她是否总是跟你吐槽我太丑？哎，其实男孩子都懂男孩子心里的想法了，所以能不能乖乖的待在家，不要大半夜跟你的男闺蜜出去玩了，好不好？乖。抖音。